问着说，蒋孝严到现就爸爸到现在都没有帮你站台，一定是身上太多炸弹怕引爆，还酸说您这次喊集中选票，从头到尾只有这一招。柯市长并不是市长候选，他不清楚我们十月五号就要进行辩论。大家也知道，我马上要成为三宝爸，爸妈也都在家忙着帮忙带孙子。